让我们有请四位队长出场。快点快点，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椅子啊？今天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啊，会空降到我们的现场，他将和四位队长一起见证全国60强的诞生。哇哦！有请神秘嘉宾出场。哇哦！是谁呀？拳击冠军吗？对呀，谁呀？那么什么样的人，几位队长你们可以猜一猜？肯定是在这个舞界比较德高望重的人物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？正好我们有4条线索。首先，他是中国街舞破圈第一人，真正的 OG。 Oh my god， 洪雷哥。谁啊？孙红雷。东北舞王，霹雳舞冠军到四儿。哇哇，生气了。郭富城哥。哦哦，有可能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再看看第二条线索，他是90年代巡演破千场。哇，90年代可能没出事。我没出事。我已经知道了，郭富城哥。肯定是。第三条线索，交舞7年弟子过千。郭富城哥，我已经知道了。确认啊，郭富城哥。嗯，最后一条线索，他流量与颜值并存，才华和实力兼备。肯定是，是吧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对，同意。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让他用他的声音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。我好开心啊！哦，我确认是郭富城哥，真的有广东腔哎，都对上号了，绝对是郭富城哥。接下来会有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呈现。爱不完。来了吗？太帅了吧！That's wait.我把他的演员再多跳一点。对，好像是。要是他车中都要起来，你的心就由我解开。要是你的心动要起来。换谁？加油加油加油！邓子，
哎，等等，来都来了，多给一点时间。其实脱了外套就已经拆得八九不离十。对对对。哎，他出来我就知道是他了，但是我没办法，要配合节目组的那个神秘出场嘛。红雷哥。加尔根更有意思，郭富城。每一条线索得出一个结论叫郭富城，肯定是同意。对，郭富城哥，郭富城哥，郭富城哥，我确认是郭富城哥，肯定是。郭富城，爱爱爱不完，太让我惊喜了。我练了多久啊？这一套舞蹈？时间的时间确实有点紧，一共半个小时，太多了时间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前面告诉我要来，我犹豫挣扎了很久，还有一个东北舞王在叫嚣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我们后来的人还有致敬这位东北舞王的动作。OG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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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G。后来才明白，人说的这个 O 啊，不是 old 的，是 O， 是 orange 的，哇，这是原汁原味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博哥，我们偶像团体的 OG 啊，我们可以问一下，哎，一博，你怎么看博哥这个秀？好，这边弹出个框框，一博会说，我是震惊到的。好，来我 Q 一下，哎，嘉尔，你怎么看博哥的这个秀啊？跳的真好。灿亮老师，请问你怎么看待博哥这个秀呢？是被震撼到的。好嘞，博哥这个街舞主理的人身份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啊。因为黄渤在我的那个印象里面都是看他电影啊或怎么样的，但从来没有了解过他跳舞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实际看起来就很不一样，他的那些律动啊，一些动作呀，这些东西都是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。黄渤的跳的就是一种 OG 的风范，特别喜欢。如果他是个队长，我肯定会选他。黄渤老师来到我们现场，他还有非常神秘的自带技能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会在关键的赛段起到一定的作用。OK， 肯定是救命的。知道我啊？爸爸，过格，爸爸，后面的表现对我稍微尊敬一点。有请我们五位队长入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